因为喺新竹县新埔移民局发通，系正式正式的从良发通，系举行县五局的抗议。总统蔡英文媒体隔个两年过后，再过来参拜移民局，伊提支持嘅时节行过强调，唔会从权，就要来传承移民精神。总统蔡英文托靠卫福就为杨雄进的两年嘅陪同下，用三天礼拜移民局。移民庙董事林光发同新竹县长杨文科每送纪念移民纸，创意平安符，而出访要帮四亚第二个蔡总统做下宣誓。总统托支持的时节，每希望莫分出权，传扬移民精神。那我们移民街道点呢，已经传承230年。那么，我们的客庄的12大的节庆中，最重要的盛事就是这个，我们所有的乡亲啊，谢谢各位的付出。蔡总统未讲到今年都拖延四期盼调一届世界更加不浪费，对中央都提防强化合作，加帮推荐被世界各地间认可，又更加认识台湾，对台湾宽度世界，不到展现台湾将有个移民信用文化，移民庙董事长林光发没提议成立更加信用文化展区。因为移民也非常的显灵啊，希望说在。新竹啊，也有个客家信仰文化园区，啊，一方面把周边的交通整顿，那二方面呢，也可以作为浪漫台三线农特产展售区，那也是个休闲观光的节点。另外，今年该县五宫引起轮值指定起卡社，国家时代观念改变，成就干那是三家。还是挑战成就，还是超过千金，体现民众对移民者的尊敬。明年会由社工指点总轮切，继续传承被台湾重要的客家信仰。客家新闻王文尧，新竹报道。